好，我是 Special 陈翔。在剧中是饰演王查理，查理王。那查理在剧中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，就其实和我本人一样。对，那也是一个非常专情的人，也是和我本人很像。对，是这样吗？好像吐槽了。对啊。总之，我觉得你跟朋友之间，然后跟你的爸爸，应该有很多很好笑的梗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跟他对戏都笑场的？那其实，在这部戏里面，我拍的时候有很多梗，就是我很容易笑场，就是我笑点非常的低，所以大家都联合起来弄我，就是我笑一次就要请大家喝饮料一次，我可能欠剧组已经几百杯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。我的笑点真的是蛮低的，那很开心可以跟那哥还有大家前辈，还有爸，哎是合作，为什么？其实，在剧中我就是一个爸宝，爸宝，爸宝，我非常的照顾这一位儿子，然后我也很黏哥哥，我把那个韦老师当哥哥看，那其实我们之间，互动不错哈。兄弟情，我们三个长得都有点像哈。那其实我的那个感情线是蛮复杂的。好的，又爱笑场。好的。